西装外套它有小垫肩，但你注意看，它绝对是让你气势风帆，而且呢完全没有垫肩的感觉。我的西装外套属于薄款，超级薄，新加坡、港澳、海外的粉丝绝对可以穿。它呢其实有一点像咖啡灰的感觉，然后呢很经典的做一个单扣。妞儿其实里面呢可以再加毛衣，我建议到 L 号可以， L 号你里面穿背心就好。再来呢，这个是做假的，就是好看给大家，设计感。两个口袋是真的。再来，手袖的位置完全刚刚好。我们不论是小个150，你也不会嫌手袖太长；170，你也不会嫌手袖太短。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长度，而且我不扣，它就是会自带腰身，它不是那种宽版直筒的。内侧长度我们刚好做到这个完全屁股微笑线的刚刚好，所以即便是小个高个，我觉得穿起来都会很好看。收到的时候就把它吊起来，它呢是一个非常好处理、比较不易皱的布料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哦。我跟大家说，黑色超级实穿，而且呢黑色穿起来真的叫做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我去搬东西拿东西很高的，我都可以伸缩自如，因为它的布料真的做得非常棒的，就是薄款的西装面料。所以呢即便是你要穿得很知性，或者是妞儿现在一身黑衣很帅性，通通都可以。